晚，景甜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组自己参加北电07级同学聚会的合照呢，瞬间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哦。让我们来看看这帅哥美女如云的聚会吧。画面中的景甜穿着黄色的衣服，戴着黑色棒球帽，看上去十分的漂亮，十分的青春，嗯，果然是明星光环闪闪耀眼呢。而班级里面的同班同学也是颜值不低呢，尤其是前排的几个女同学颜值甚至还有点赶超景甜哦。果然北电都是大美女呢。不仅如此，班级里面的男同学也是个个高颜值哦，看上去也都是帅气极了呢，是不是有种想舔屏的节奏呢？景甜与一众同学开心合影，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大明星就站着 C 位哦，可以说十分的低调了呢。站在后排与同学们一起比着手势，超萌嗯。景甜与几位女同学打成一片，看来人缘也是相当不错哦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一次同班同学郑爽和阚清子并没有参加，大概也都是大忙人了。前不久郑爽还忙着和男友开公司哦。看看这07级的同学旧照，你还能认出来景甜、阚清子和郑爽吗？